各位老师、同学们，早上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教师崔月梅。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带来朝鲜族舞蹈的教学课堂展示。在我校教学中，主要分为基础训练、新歌舞训练、表演性训练、道具舞训练四个部分。本着由浅入深、从易到难的教学原则，将以上四个部分的教学内容以纵向递进的方式贯穿于朝鲜族舞蹈教学中，循序渐进的发展，从而确保教学的稳固性和教学内容的延展性。与纵向教学环节相符，我们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中，秉持民族舞蹈教学的三性原则，将朝鲜族舞蹈的教学横向铺开，在共性训练的基础上，发展多风格的教学内容。如课程中的基础训练部分，分为呼吸、鱼屈伸、撩腿、撑扛手、划手等训练组合。每个训练组合都具有其针对性。性格舞部分包含了骨格里长短、杂筋骨格里长短、鞍胆长短、踏领长短、扬山道长短等各种长短训练，展现了朝鲜族舞蹈不同的性格舞风格。表演性训练部分，相较于性格舞的训练，主要是针对舞蹈表现力进行提升。道具舞部分选取了小鼓舞、扇子舞、刀舞、圆鼓、长鼓舞等传统道具纳入到训练中。这部分融合了前期的教学内容，通过对舞蹈道具的综合运用训练，让学生更全面地掌握朝鲜族舞蹈的精髓，从而自如地表达民族情感。此次课程展示，我们以骨骼里长短风格为主，选取了基础训练中的步伐组合、表演性训练中的骨骼里表演组合和道具的小鼓舞、骨骼里慢板三个组合，以递进式教学脉络向大家展示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朝鲜族舞蹈课堂。骨骼里长短舞蹈风格主要以静、韧、柔、含蓄为主，是朝鲜族舞蹈基本气质的体现，温文尔雅且柔美。作为朝鲜族舞蹈最基本且最典型的长短节奏，其特点平稳、舒缓、情感柔和，动作特点多沉感与抻感，以传达内在力量和韧劲。在下面展示的骨骼里长短步伐训练组合中，涵盖了平步、廉步、垫步、滑步等具朝鲜族舞蹈风格特点的基础步伐。运用朝鲜族舞蹈教学的基础长短、骨骼里长短，解决的是学生在基础训练阶段的动作形态、动作路线、气态气质、体态气质等基础要求。骨骼里表演性组合是在保证动作完成度的基础上，强调舞蹈中身心形态的融合，感受民族音乐的渲染，启发学生对民族情感的释放。小鼓舞骨骼里慢板按照小鼓的运动规矩分为一点鼓、交叉鼓、晃鼓三个部分，在骨骼里长短的基础上，让学生掌握小鼓的击打方式和运动路线，并和骨骼里长短的舞蹈风格相融，展现小鼓舞手所浸透出的朝鲜族舞蹈魅力。在课堂教学中，我们更加注重训练学生的综合能力、舞台表现力和教学方法的思辨能力。通过不同的方式与角度启发，由浅入深的教授熏陶，目的是在有限的教学过程中，使学生能够通过朝鲜族舞蹈深入到朝鲜族文化，用朝鲜族舞蹈语汇表达准确的民族情感。那下面请大家欣赏。
妈妈。